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总统蔡英文下晡去花莲勘灾，现在人是在花莲消防局的新秀分队，在听消防署特警搜救队的队长报告救灾进度。那么连线和人在现场的台记者尚如甲郑优来为咱说明现场最新的状况。是主播，伫咧花莲大地动了后，今仔日已经是第八天了。即马镜头带大家来到花莲消防局的新秀分队，即马是沙卡东部队搜救的前进指挥站。下晡的蔡英文总统也亲身来到现场，听救灾最新的进度。另外，也阁有灾后的重建和灾民安置的措施，咱来看拄只的情形。啊，台八线沿线搜救的状况呢？我想这个。目前的状况就是在矿区的部分，台九线矿区的部分呢，还有一个民众还可能失联，可能怀疑在埋在土石堆当中。那另外在沙卡当的部分呢，还有失联五个人。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搜救人员为花莲县在地的搜救人员，现在也很努力的在进行搜救。那么目前呢，卫福部花莲赈灾募款专案的金额已经超过4亿9000万元。这些善款将会用来协助我们灾区进行援救紧急医疗收容安置以及复原重建等工作。那我也要请我们中央和地方团队齐心合作，针对灾民的需求，包括安置、生活扶助、灾损鉴定、修缮补强、拆除重建等，务必要以同理心全力来协助。现场除了搜救队的报告，也阁有国土卫生中心、内政部长、行政院长等等相关的报告了后，总统嘛颁慰问金，感谢搜救队这无名无日的救灾，另外嘛支持各部会一定爱予灾民上好的支持，希望予灾民伫咧重建过程中间会当减少负担。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曾俊佑伫咧花莲消防局的连线报道，所以来甲镜头交予主播。